啤酒啊，蛟龙养的灵魂。这一锅是麻辣鱼啊，然后炖到锅里了，那边要做那个麻辣小龙虾，然后麻辣小龙虾要先过鸭油啊。小龙虾过一下油啊，现在做麻辣小龙虾要备一些料啊，都用这个盆开始装了。我们小龙虾都得用这个盆备料啊。小王子都放的什么料？麻椒、花椒、香叶、正麦吗？啊，正麦，正麦。哎呦！姜一盒的姜，倒满那个。红姜、葱蒜、辣椒啊，少不了这个辣椒。麻辣小龙虾一定要麻辣味十足啊！锅底料了，辣椒、葱姜、大料，还有这个豆瓣酱啊。你列了半锅。啤酒啊，小龙虾的灵魂。啤酒少了，啤酒可不行。六瓶啤酒，六瓶六六大顺，下龙虾了，麻辣小龙虾，姐姐要下这些龙虾。背蛋切点味啊，灵魂十三香，灵魂十三香。整满了啊，这一锅满满的一锅小龙虾。龙虾换大缸来开了，要在旁边再继续养着，还得养着。小龙虾，麻辣小龙虾出锅啊！刚才到北楼油厂了啊！今天这姐北楼油厂啊，喂，一道要上这个麻辣小龙虾，麻辣味十足的小龙虾，切辣椒。这一道是麻辣小龙虾，撒上香菜，麻辣小龙虾。都比较厉害啊，一关都是八个哈，八个大门，太厉害了，满满的大队们，姐姐们。我是火子，我记得娶一个立一个，立一个又娶一个，一个比一个长得好。今早过，先洗碗，后刷锅，回回大锅全拿锅，干锅大水泼。